顶礼上师，我是一个中医师，为了治病，有时候会用一些动物类药，这间接也导致了杀生。弟子觉得很难取舍。齐心上师开示弟子应该怎么做？这个应该是可以，没问题的，这个也不敢说是完全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这个我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跟这个三经揉是一样啊，比如说就是为了做这个摇啊，直接去这个杀动物呢，这个当然是不行啊，当然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到这个咬食场去卖一些这个动物身上的东西啊，做中药的话。这个应该不算是很严重。